好，我继续来分享依靠圣灵的能力的第二篇的信息，《使徒行传》第1章第8节，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的圣经。请，但圣灵的能力降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必得着能力，并要在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，直到地极，做我的见证。 圣灵降临，要让门徒得到能力。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非常的渴望能够得到能力。你看《使徒行传》8章18到19节，西门看见使徒按手，便有圣灵赐下，就拿钱给使徒，说：“把这权柄也给我，叫我手按着谁，谁就可以受圣灵。”西门这个是行邪术的西门，他看见非利行的神迹。 他就觉得这神迹不是他行邪术能行的，所以他就受洗了。所以简单讲，西门他也是一个基督徒，但是他是一个心术不正的基督徒。所以他看见使徒们按手，竟然有圣灵赐下，哇！他觉得他是懂能力的人，他是行邪术，他知道能力，所以他一看到使徒按手，圣灵赐下，他就立刻拿钱给使徒说：“哎，我也要，我也要。”所以你知道，使徒们是认识西门的。 知道他心术不正，使徒们有没有答应他？没有，为他就是直接责备他。他说：“你这个心术不正，你和你的银子一同灭亡吧！你以为神的能力是可以用钱买的？你知道行邪术的西门，他过去行邪术的时候，在城里面行邪术，《使徒行传》8章9到10节，妄自尊大，使撒玛利亚的百姓惊奇。” 无论大小都听从他，说这人是那称为神的大能者。所以西门过去靠着行邪术让人惊奇，然后让人听从他，啊，高举自己的名，妄自尊大，说他自己是一个神人。你要了解，能力不是为了让人惊奇。所以西门行邪术，邪术是会控制人的，他让人都听从他的啊，这个行邪术，而且邪术是高举自己。 你会发现圣灵的能力不是高举人，圣灵的能力只有高举耶稣。圣灵的能力带来释放，不是要去控制人。圣灵的能力一定让人得自由，不是控制人。圣灵的能力，它也不是让人满足人的好奇心。圣灵的能力是要带来医治跟释放。所以你看到圣灵的能力。 不是为了让人惊奇，不是为了满足人的好奇心，也不是为了去控制人，乃是要做什么？为耶稣做见证。所以《使徒行传》1章8节，圣灵的能力降临在门徒的身上，是让他们得着能力，能够成为耶稣的见证人，把福音能够跨越民族、跨越地理、跨越语言、跨越文化的限制。福音要从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、撒玛利亚直传到地极，要依靠圣灵的能力。 几年前我在以色列的时候，我们来到了所谓的大使命山，那里导游告诉我们，他说这里就是耶稣可能是颁布大使命的地方。我在那个地方默想的时候，其实心里突然有一种感动，真的，你看耶稣在那里颁布大使命，要把福音从耶路撒冷传到地极，是交给那一群很软弱的门徒。这些门徒，加利利渔村里几个渔夫，而且他们。 没有受过什么教育，也没有什么政治的权利，也没有什么经济的实力。耶稣怎么会这么疯狂呢？把一个这么伟大的使命，从耶路撒冷要传到世界各地，交给那12个那种那么软弱的门徒，耶稣到底是从哪里来的信心？但是我就想，但是过了2000年以后，在千里之外，远在台北的我也信了耶稣。 如今我在以色列，我能够体会2000年前当耶稣颁布这个使命的时候，大概没有人想到远在千里之外、千里迢迢在台北的我会成为一个基督徒，因为福音的缘故，我成为一个基督徒。当我想到的时候，我真的对神的能力，我有一种不可思议，我觉得神的能力太奇妙，就这一群门徒真的福音传到了地极。 那我觉得对神有一种很深很深的敬畏，所以我学会一件事情：当神呼召你，一定会给你能力。也跟你隔壁的说，当神呼召你，一定会给你能力。告诉你自己，当神呼召我，一定会给我能力。神不会给我们呼召，却不给我们能力去完成。耶稣深知门徒的软弱，即便耶稣复活以后，跟门徒讲40天神国的事情，门徒们听得懂吗？听不懂啊！你知道这耶稣，如果我是耶稣他们的老师，我真的会有多挫折？教导他们3年半啊，这群3年半啊，搞了3年半，耶稣一死，挂在十字架上，门徒四散。 哦，吓得跟什么一样！耶稣一复活，啊，彼得还跑去打鱼，你看到没有？自卑感作祟，觉得自己很丢脸，跑去打鱼，一个人去打就算了，把整个小组都带去打鱼，你看真的很糟糕。然后耶稣去找他，然后复活以后把他聚集起来，跟他们讲40天神国的事情，脑袋里完全听不懂，想的都是以色列国。如果我是他们老板，如果我是他们老师，早就开除了，知道吗？换另外一批人，没救了，这群人扶不起的阿斗，你知道，真的就是。 这群人有够软弱的，这群人有够没用的，这群人真的就是真的。如果是我们的话，早就放弃了。哎，但耶稣没有放弃他们，耶稣没有换一批人，耶稣还是对他们信心满满，交付给他们伟大的使命。为什么？因为耶稣已经预备的圣灵，所以耶稣告诉他们，到耶路撒冷等候圣灵的充满。 圣灵充满在门徒的身上，他们会得着能力，去完成神要他们去完成的使命。如果神呼召你当小组长，你要知道，神如果呼召你，一定会给你讲道的能力，一定会给你敬拜的能力。即便你敬拜的五音不全，还是可以充满恩膏，因为神呼召了你。神一定会给你传福音、做见证的能力，因为神既然呼召你当小组长，神一定会给你能力。 如果神呼召你当一个传道人，你不要怕，神一定会给你讲道的能力，神一定会给你传福音的能力，神一定会给你牧养的能力，因为神呼召你做一个传道人。如果神呼召你做一个宣教士，你不要担心。如果神呼召你，你的呼召是宣教士，神一定会给你宣教士足够的能力去完成神在你生命中的使命。能力从来不是问题，因为能力是从圣灵来的。所以你看到神。 呼召你，一定会给你牧养，一定会给你讲道，一定会给你敬拜、传福音、做见证的能力。神呼召摩西，摩西说我不行，口才不行，神给他亚伦。但是你到后来看到，摩西写《摩西之歌》，摩西口才好还是不好？好啊，比亚伦更好啊。神呼召基甸，基甸说我是我们家自贫穷自小的，但神说我与你同在。神呼召大卫，大卫是他爸爸哥哥们完全忽略的一个人。 但是神拣选了大卫，从一个牧童变成一个君王。神呼召保罗，保罗是逼迫教会的，但神使用保罗成为翻天覆地的一个使徒。我最近在读司布金的传记《上帝恩典的留声机》，讲到王子司布真，啊，这是张文亮老师写的，啊，张文亮老师写的都非常的好读，我一天读一点，一天读一点，已经接近要读完了。那么。 司布真19世纪带来整个英国，特别是伦敦整个的大复兴。他19岁的时候，他就当上了伦敦最大教会的主任牧师。他从小在教会长大，可是他没有遇见神啊，他就是乱七八糟啊。但是当他遇见神之后，他真的把生命奉献给神。他没有上过大学，没有受过正统的神学训练，但是他热切的讲道。 讲一个十字架的道，讲一个很简单的道，讲一个人人听得懂的一个道。所以当时的媒体、当时的知识分子，还有当时的教会都嘲笑他。那当时的牧师都很了不起啊，不是剑桥都是伦敦的，伦敦大学，要不然就是牛津大学哦。所以你看到那个 John Wesley 就是剑桥的哦。所以当时的牧师都是很了不起，都是大学毕业的。 只有这个司布真，而且是因当时伦敦最大的教会，所以大家都批评他，连教会都批评他，怎么批评他？媒体怎么批评他？嘲笑他说司布真在讲台上可以下了讲台一无是处，都司布真只懂圣经，圣经的东西他一窍不通，所以媒体酸言酸语跟今天一样，跟今天我们看的是今天的媒体是一样的，但是司布真他非常的爱神。 他把生命奉献给神，传讲十字架简单的信息。他把自己全然的奉献，神使用的司布真翻转了在那个年代整个伦敦、整个英国。所以我读司布真的故事，我能够理解，神既然拣选你，神不会换掉你；神既然拣选你，神的呼召没有后悔的，神一定会给你能力，而且神爱你，神爱你到底，神永远不会放弃你。你只要愿意顺服神，能力从来不是一个问题，因为能力都是从圣灵来的。哈利路亚！一切的能力都是来自于圣灵。这段时间差不多1个月的时间，我都在思想《使徒行传》1章8节，我就觉得是很特别。耶稣要离开门徒，只有吩咐2件事情，一个是神的国，焦点不要搞错。 神的国不是以色列国，他不希望门徒搞错焦点，门徒也没听懂。第2件事情，就到耶路撒冷等候圣灵的能力。你想，如果我们要离开教会一段时间，会只有交代1、2件事情吗？我慢慢能够明白，其实一切的能力来自于圣灵。你只要被圣灵充满，你所需要的所有的能力，圣灵通通具备。 所有的能力都是从圣灵来的，所以你只要被圣灵充满，所有的问题都不是问题。Amen。所以只要1件事情就够了，就是你要被圣灵充满。当你被圣灵充满的时候，你看圣灵会与你同在，他会永远与你同在。这是耶稣怎么介绍圣灵。来读这段圣经很精彩的，《约翰福音》14章16到18节，请。 我要求父，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，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，就是真理的圣灵，乃是人不能接受的，因为不见他，也不认识他，你们却认识他，因他常与你们同在，也要你在你们里面。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，我必到你们这里来。耶稣知道要离开门徒了，但不担心，为什么？因为保惠师会来。保惠师是什么呢？ 保惠师就是一个安慰师，就是一个训慰师。保惠师就是一个永远跟我们同在，在你身边的安慰者、帮助者、保护者。最重要是他永远与你同在，就像你最好的朋友一样。不管在任何的时刻，他在你的身边，他知道你的需要，他知道你的处境，他知道你的心情。他在你像个好朋友一样，在你的身边，永远的鼓励你、安慰你、帮助你。 耶稣说：“这位好朋友，这位真理的，这位保惠师，就是真理的圣灵。而且，耶稣说：‘我虽然离开，但那真理的圣灵保惠师，他永远与你们同在。’耶稣说：‘我不会撇下你们成为孤儿的，因为圣灵保惠师永远在你的身边，他会鼓励你，他会帮助你，他会安慰你，他会引导你，他会启示你。’你们经历过圣灵的安慰吗？” 经历过圣灵的鼓励吗？经历过圣灵的引导吗？我随便讲2件事，我印象深刻的。行道会30周年在台大体育馆第1次办他5000人的特会，那时候我负责总务的工作，所有台面下的工作我负责。没经验了，大家都没经验了，那时候20年前了，但没经验。所以等到我所有的事情做完之后，所有的同工都累垮，都回家了。整个台大体育馆所有的同工剩下我一个人。 然后我看着办公室里面，总务办公室里面满坑满谷堆得跟山一样，有衣服、有旗子、有什么各样的东西一大堆。你知道每延后1小时撤场就要被罚好几万块，剩下我一个人呢，我也累垮了，3天2夜都没有在睡觉，所以同工也累了就走了啊，就没事就走了，不是没事，事情才开始。我那时候一个人看着整个仓库的东西怎么搬回教会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办，我也累垮了。 我也累垮了，下午差不多3点多，我就跟神祷告，神不会撇下我们为孤儿。你知道我一祷告不到1分钟，神一个意念给我找搬家公司。我那时候常搬家，一天到晚在搬家，跟搬家公司好几间都很熟。打电话给搬家公司，请你们来帮我的忙。我在台大体育馆，不是搬家，把我的教会所有的器材搬回去，搬了整整2卡车回去啊。然后他们搬到地下室，你知道这件事情。 让我很大的学习，所以我们教会现在办特会，常常找搬家公司搬。我们教会经历神营会，前帐跟后帐一定分开，撤场的队伍的同工一整年，立牧师都排好了，因为牧师曾经受过这个苦，你知道吗？散场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，因为所有人都跑光了，你不安排，你剩下你一个主办的人，你会不知所措在那里。那天圣灵对我说话，找搬家公司，圣灵不会让我们成为孤儿的。有一次。 我跟几个牧者们开会，我忘了开什么会，开来开去就谈到这个买卖房子的事情，房价涨得很高，10年前左右一直在涨，就突然就说，哎呀，讲，哎呀，他们买房子赚多少钱，卖房子讲，哎，都是牧师，都是传道人，啊，突然就看到我，哎，你在江子翠，江子翠涨最多啊，江子翠你去的时候一平才多少20万，现在应该涨到60万吧？这玩意儿，哎，好像只有你没有房子。我们说大家都有房子，只有你没有房子，哎，啊，你为什么不买呢？你当时来就应该要买啊！讲，说真的，我那天开那个会都是牧师哦，我心里超沮丧的，我非常的沮丧，我回来之后一直很沮丧。 你知道为什么？你知道当我要建立教会的时候，我读尼希米记到耶路撒冷重建城墙。他说他不像以前的省长自买田产，他不仅没有自买田产，专心修造城墙，而且他把自己的俸禄拿出来给他们吃。尼希米有 gas， 我要像尼希米一样，我是来建立教会，不是来这里买房子的。圣灵不会撇下我们为孤儿。 所以耶稣放心的离开门徒，因为圣灵会与门徒同在。门徒不明白神的国没有关系，圣灵充满他就会明白了。门徒没有能力没有关系，圣灵会赐下能力，圣灵会赐下讲道和传福音的能力。所以五旬节当圣灵降临的时候，又有舌头和火焰显现出来，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，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，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讲起别国的话来。 不是那个听不懂的方言，是那种他们被圣灵充满，突然讲起了意大利话，突然讲起了波斯话，突然讲起了中文，突然讲起了一些的阿拉伯的语言。他们基督那个犹太人从世界各地来到耶路撒冷，要过五旬节的时候，突然听到这群人好像喝醉酒一样，讲起他们故乡的乡谈，讲什么？讲耶稣复活，讲什么？讲耶稣是救主。他们觉得这群人疯了，是不是喝醉酒了？怎么会？ 突然之间，好像讲起各国的语言，讲耶稣复活的事情。彼得在那个时候，他就起来讲了第一篇道。他说：“我们不是被新酒灌满，有谁会早上9点钟喝酒的？没有，我们是被圣灵充满了。”然后开始讲耶稣复活的故事，开始讲了彼得第一篇的信息。3000人信主那一天，哈利路亚！彼得在讲第二篇的信息，5000人信主，耶路撒冷教会开始成立。 彼得，哎，这个三次不认主的，这个把小组带去打鱼的，这个自卑感很重的，这个很情绪化的彼得，充满惧怕的彼得，现在被圣灵充满了。他带着圣灵的能力讲道的时候，带着传福音的能力讲道的时候，看到3000人、5000人信主 ，Amen。彼得不是受了哪一个神学院装备，不是受了什么特别的 SOP， 不是的，他被圣灵充满。他第一篇讲道。 就带来3000人的归主，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讲道，跟一个没有被圣灵充满的讲道是不一样的道。今天讲道不是讲一个正确的知识就够，不只是讲一个正确的道，要讲一个充满能力的道。你要依靠圣灵的能力讲道，你就能够攻破撒旦的营垒，将人的心思夺回来，顺服基督。所以今天我们讲道要依靠圣灵的能力。 你不用担心，所以小组长神呼召你，圣灵会充满你，你讲道会带着能力，你传福音做见证会带着能力，因为圣灵的能力与你同在，所以你要渴慕被圣灵充满，你要渴慕圣灵。当你被圣灵充满，你讲的道带着火焰般的能力，圣灵的能力也使你胜过惧怕。当门徒们开始传福音，哇，充满着神迹奇事。 充满着圣灵的能力，所以祭司长跟那些长老就开始逼迫这些、恐吓这些门徒，不可以再讲，把他赶出圣殿，再讲打你屁股啊，你知道吗？再打鞭刑，所以门徒们惧怕。可是惧怕的时候怎么办？这些门徒惧怕就聚在一起祷告。圣经说他们高声的祷告，他们祷告完了之后，聚会的地方震动，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，然后就放胆讲论神的道。 没再怕，本来充满惧怕，但是祷告被圣灵充满，没再怕，放胆的讲论神的道。我这段时间一直思考一件事情，我认为我们人生中最大的敌人不是问题的本身，而是问题所带来的惧怕。所以你看，约书亚要进迦南地，神跟他说：“你不要惧怕，我必与你什么同在。” 所以你看到以色列碰到歌利亚，扫罗碰到歌利亚，每个人躲到洞里惧怕，谁不惧怕？大卫，因为大卫打过狮子跟熊，他不怕，没再怕。所以我们最大是惧怕。你看彼得他在船上面对风浪的时候，哎呀，大家怕得要命。耶稣说什么？不要怕，只要什么信。我发现我们人生中最大的敌人，第一名的敌人是惧怕，不是问题的本身，而是问题所形成的惧怕。因为当你惧怕的时候，你会不敢去做你知道的正确的事情。很多时候我们都知道什么是正确的事情，但是你为什么不做呢？惧怕。很多时候你知道什么是对的，可是你不敢去做，为什么？惧怕。一个孩子打定考试60分。 啊，回到家，爸爸是像我这样的啊，60分不错，加油，哈利路亚，爸爸为你祷告，就60分，爸爸就是这样，最多60分，就是这样，就这样，我就感谢主，及格就好了，感谢主。但是如果在另外一个家庭，他可能有没有惧怕？60分回去，爸爸的眼神带着啊杀气，可能会羞辱，可能会恐吓，可能会鞭打，一惧怕就怕担心把这60分给爸爸看见。有2种做法，我都做过。 第一种做法就是60分改一下变80分，呀，这我也做过，啊，爸爸几分？80不错啊，下面其实是改的呀。第二种做法就是偷偷的学爸爸的签名，啊，爸爸说，哎，考试卷呢？考卷呢？啊，老师没发，啊，没发。 考试卷呢？啊，忘了在学校啊，忘了啊。考试卷呢？哎，我不知道放哪里，我想到哪里给你，其实早就已经签名盖章好了。 这2种事我都做过啊，那为什么这样做？惧怕，惧怕。有时候我们明明知道对的事情应该跟老板讲，为什么不敢讲？惧怕，不敢讲你就说谎，就造假。还有很多时候跟客户应该讲实话，不敢讲，怕一讲订单没了。你了解？惧怕。有时候不敢跟牧师讲，怕牧师定罪，你知道吗？就私下处理，结果越处理越糟，你知道？所以很多时候惧怕，你明明知道这是对的事。 你也明明知道应该这样做，你为什么不做？你惧怕。当你一恐惧，你就弯曲，你就说谎，你就造假，到最后你造成很大的灾难。人生我常常很大的灾难怎么来的？一开始惧怕，第2个找变通的方法，不诚实，然后就开始伪造或者挖东墙补西墙。那你明明知道什么是你应该正确的事情，应该要做，可是你不敢做，因为你惧怕。我们的一生都是跟各式各样的惧怕在那里征战。 所以我常鼓励我自己，我会有惧怕，我做很多决定会有惧怕。当我做了那个决定，我知道我要承担什么，但很多时候我们害怕承担什么，或者害怕那件事情发生，因为你里面有惧怕。但是我每一次因为我惧怕中，我做的一个变通的决定，一个我明明知道是对的决定不去做，去做一个扭曲的决定，因为惧怕的时候，我每一次都付上很高的代价，我受够了我自己呀。我几次之后，我受够了我自己。 我告诉我自己，我下次绝对不要做这种事。我下次要去祷告，要祷告到地大震动，要祷告到圣灵充满，然后放胆去做神要我做的事情，放胆去做正确的事情。当我这样做，我在信心的里面做决定，我不是在恐惧中做决定。所以我告诉我自己 ，never， 我不要在任何恐惧中，甚至被威胁、被恐吓中做决定，我绝对不会就范的。 我会祷告，我会祷告，我会祷告到被圣灵充满。然后，当我有信心，我不要怕，我要做神要我做的事。每一次我都经历神的恩典，每一次我都看到神的同在。亲爱的朋友、弟兄姊妹，你什么是你现在的惧怕？亲爱的朋友、弟兄姊妹，什么是你现在心中的纠结？如果你让恐惧掌控你的心， 你在恐惧中，你就会说谎，你就会扭曲，你会明明知道这是对的，你不去做，却去做那错的事情，最终你失去神的同在，最终你很可惜，很可惜，本来神要祝福你，变成因为你的惧怕做了错误的决定，你失去了神在你生命中的命定。因为什么？不是问题，是问题产生的什么？惧怕。所以，让我们一定要，人生有太多让你惧怕的事情。 不要选择逃避，不要选择走一条错的路。祷告，被圣灵充满，圣灵充满你，地大震动，放胆的做神要你做的事情。Amen。圣灵充满就可以帮助你胜过惧怕，圣灵的能力也要引导你走宣教的路。使徒行传13章第2节，他们侍奉主禁食的时候，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召他们所做的工。 侍奉主就是敬拜主的意思 ，worship， 在敬拜祷告的时候，圣灵向他们说话。说什么话呢？让他们差派巴拿巴和扫罗出去宣教。所以你看，圣灵的能力会引导我们走上一个宣教的路，不是人的计划，是圣灵的引导。当我们顺服神，圣灵就会引导我们。使徒行传16章6到7节，圣灵竟然禁止保罗在亚细亚讲道。哎，圣灵会禁止人讲道，哎，很特别。因为神的计划是要让保罗往马其顿去，可是保罗的想法是想到亚洲，往亚细亚去讲道，圣灵禁止他讲道，然后引导他到特洛亚。那时候那边看到一个异象，马其顿的人在呼召他，所以保罗就转向，哦，从此福音先进入到哪里？欧洲的地方，然后带来了整个人类历史的一个改变。你知道，我们都要做计划，我们有我们的计划，我们有我们的想法，但你要知道一件事情。圣灵的引导才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。你要允许神来改变你。我从以前到今天祷告，我祷告 A， 上帝从来没有给我 A 过，上帝都给我 A 加，哈利路亚！我祷告说，上帝要从这边来，因为人有人的计划，人的计划说，上帝从这边最有可能。我相信这里祝，我都有一个设定，就从这边来祝福。从来没有听我的祷告，神从那边来，然后神成就超自然的一切。你就看到说圣灵掌权，我有我的计划，神有神的什么计划？你的计划就很坚持吗？保罗，神更是保罗说禁止他在亚细亚讲道，是要引导他往马其顿去。保罗很坚持吗？没有啊，整个安提阿教会都为亚细亚祷告啊，但圣灵说往马其顿去，保罗就去了。当你顺服神，圣灵一定会引导教会要去做什么样的宣教工作。一路走来都是这样的。圣灵的能力带来医治跟释放。主的灵在我身上，因他用膏膏我，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，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，瞎眼的得看见，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，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。路加福音4章18到19节，这是耶稣的服事宣言，耶稣的服事大宪章。圣灵恩膏耶稣的事工，让他传福音、医治、释放、恢复。你知道，这就是耶稣整个事工的核心。我很看重教会的医治事工，我很看重教会的恢复事工，因为耶稣走遍各城各乡，他看见到处都是流离失所的人，好像羊没有牧人一样。耶稣就怜悯他们，他说：“要说的庄稼多，但是做工的人却少。”今天我们活在这个时代里面，到处都是受伤的人，在婚姻中受伤，在家庭里受伤，在成长的过程受伤，到处都是被压制的、没有自由的、被捆绑，到处都是这样的人。所以我的事工，所有的事工，我都是要做医治跟释放的事工。祷告会是医治跟释放的事工，要被圣灵充满。经历神营会是医治跟释放跟恢复的事工，是传福音的事工，要被圣灵充满。Holy Youth，我们做青少年的医治跟恢复事工，我们的梦想，我的 Holy for Youth 要成为全华人中间医治、释放、恢复一个传福音的事工。 Amen。 所以我大力的投资这些的事工，为什么？因为这是耶稣的事工，耶稣所做的我们都要做。我们面对一个受伤的时代，我们面对一个流离失所的时代，我们面临一个许多人被捆绑、被压制的时代，被扭曲的一个时代。我们如果只是讲一个正确的道，一个漂亮的道，一个可口的道，我告诉你不会改变的，只是大家很愉悦，只是你受欢迎而已。我从来没有想过讲一篇受欢迎的道，那不在我的考量的范围里。我要讲一篇带来恢复的道，带来医治的道，带来释放的道，能够带来生命改变的道。所以不太在外面讲道，我觉得讲一篇道没什么意义，除非是布道传福音。我最喜欢做的是经历神，Holy for Youth，祷告会，哈利路亚！因为这是耶稣的事工，我们要依靠圣灵的能力，带来医治跟释放。圣灵的能力也致使肉体的罪性。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，必要死；靠着圣灵致使身体的恶行，必要活着。你知道我们的肉体是属于罪的，所以立志行善由得我，行出来由不得我。所以人犯罪有的时候真的是身不由己。但你知道耶稣救赎了你，你在地位上也是圣洁的，因信称义。在地位上、在法律上、在神的眼中，我们是不属于罪的。但是在现实的生活中，我们的肉体还在，还是会犯罪。我们常常有挣扎，牧师有很多挣扎。但是当我们在挣扎的时候，我们可以选择顺服圣灵，去致死肉体的情欲。人不可能靠着知识、靠着意志力、靠着修养去压抑肉体的情欲，那是没有用的。你越压抑，反弹越大。你越压抑，一爆开来，哇，不可收拾。放纵情欲，压抑是没有用的。什么叫靠着圣灵致死肉体的罪性呢？牧师很有经验，示范一下好吗？因为我们也是罪人中的罪魁，所以我们知道呀。你说怎么就是承认呀？承认啊，承认我们真的是败坏，然后把这个不是承认到这里，然后什么宣告我们不属于什么肉体。我们没有责任去顺服肉体，因为我们已经不是卖给罪，已经是耶稣属于耶稣的人。然后什么？求圣灵帮助你，圣灵帮助我，不要那么爱嫉妒，好不好？圣灵帮助我，不要那么小气，好不好？圣灵帮助我，乐意饶恕，好不好？圣灵帮助我，胜过那些败坏情欲的思想，好不好？主啊，我想过圣洁的生活，圣灵你帮助我，好不好？你们做这样的祷告，这个叫做圣灵的能力致死肉体的罪行。把你的情欲交给圣灵，把你的嫉妒交给圣灵，依靠圣灵的能力，你会越来越自由啊！有赢有输，但是我告诉你，赢的会越来越多。当你赢得越来越多的时候，圣灵的能力会带来生命的改变。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忍耐、恩慈、良善、信实、温柔、节制，这样的事是没有律法禁止的。当我们越来越多的顺从圣灵，在挣扎的里面顺从圣灵，而不是顺从肉体的情欲的时候，生命会开始改变，你就开始结出圣灵的果子。开始觉得开始有喜乐了，因为你顺服圣灵就会有喜乐。你做了一个对肉体痛苦，但是讨神喜悦的决定，会觉得哦，就会有喜，就会开始有爱，越来越有爱，越来越有喜乐，而且一定会有平安。然后你就开始学会忍耐，然后开始有恩慈，开始越来越良善，开始有信心，开始变得温柔，开始有节制。上礼拜有一个姐妹，她在受洗的时候，她说她来到教会信主之后，委身小组，她说她觉得她的先生改变了，她觉得她的孩子改变了，她觉得她家里每一个人都改变了，觉得他们都变得可爱的，变得不一样了。结果她的先生跟她讲说，其实我们都没有改变，是你改变了。你知道为什么？因为圣灵结的是什么果子？果子是自然长出来的，所以不知不觉当中，圣灵的工作让他开始看人的眼光不一样了，开始看丈夫不一样了，看孩子不一样。他的先生都觉得其实我们没有变，是你变了，可他自己不觉得自己变了。为什么？因为那不是刻意的改变，那是圣灵在我们身边，圣灵如风一样的工作，结出了圣灵的果子。我们所做的。经历神祷告会 Forever Youth 很多生命改变的故事，都是圣灵的能力，不是知识，不是技巧，不是经验，圣灵的能力。哈利路亚，它能够改变我们的生命。圣灵也赐下领导和管理的能力。出埃及记31章2到3节，看哪，犹大支派中户珥的孙子乌利的儿子比撒列，我已经提他的名召他，我也以我的灵充满了他，使他有智慧、有聪明、有知识，能做各样的工。摩西要建造会幕，但是神拣选了谁？比撒列，所以教会要有比撒列团队。神提名召比撒列，但是用圣灵充满他，让他有智慧、有聪明、有知识，能够做各样的工。所以音控要被圣灵充满，摄影的要被圣灵充满， keyboard 手要被圣灵充满。鼓手要被圣灵充满，场部小组要被圣灵充满，爱宴要被圣灵充满，你知道吗？做各样的工，一起来建造属神的会幕，属神的教会。所以，当一个人被圣灵充满，神会赐下管理的能力跟领导的能力，能够引导整个团队。比撒列能够领导整个团队完成会幕所有的工作。Amen。所以，总务要不要被圣灵充满工作？要。诗情、音控、爱宴。摄影，每一个主日学老师，就算你搬个钢琴、搬个 keyboard， 你要被圣灵充满，因为你能够把所有的工作把它做好，因为你需要有智慧、有能力，就是领导跟管理的能力。所以以赛亚书11章第2节，耶和华的灵必住在他身上，就是使他有智慧和聪明的灵，谋略和能力的灵，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。圣灵可以让一个人有智慧、有聪明。我觉得领导的最上层是智慧的问题，不是能力的问题，是智慧的问题，不是做的问题，是决定的问题。所以圣灵充满你，有智慧、有聪明、有谋略，你会做计划；有能力，你有执行力。更重要，有知识和什么？敬畏耶和华的灵。全世界现在领导人最大的问题不是知识的问题，他们都是绝顶聪明，都很有知识的人，是他们不敬畏神，不认识神。一个人不仅要有知识，而且要知道敬畏神，敬畏神。当一个人被圣灵充满，你就看到有智慧、有聪明、有谋略、有能力、有知识，是一个敬畏神的领导者。这是今天不论是在职场、在教会、在国家，我们都需要有被圣灵充满的领袖。所以我同意布永康所讲的，他说现在不是等候圣灵，因为圣灵在五旬节已经降临，现在是要渴慕天天被圣灵充满，因为圣灵已经渴慕，已经降临了。所以保罗鼓励我们不要醉酒，酒能使人放荡。为什么喝酒？很多时候自暴自弃跑去喝酒，有时候人生绝望跑去喝酒，然后去放纵情欲。喝酒的让人放纵情欲的能力，保罗说你不需要去喝酒，你要被圣灵充满。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神不会呼召你去做一个你没有能力去做的事情。神既然把你放在那个位置，不管是职场，不管是教会的小组长、区长、传道人、主日学老师、敬拜团、音控、灯控、爱演，神把你放在那个位置上，神既然呼召你，你放心，神一定会给你能力。神比你自己对你自己更有信心。彼得对自己完全没有信心，跑去打鱼去了。一群没有信心的门徒，一群失败的门徒，一群觉得自己很丢脸的门徒，他们逃避耶稣。可是耶稣既然拣选了他们，耶稣既然爱他们，耶稣永远不会放弃他们。耶稣不会说你们不够好，换一个人。耶稣不会换人的。耶稣既然拣选你，耶稣既然爱你，他永远不会放弃你，因为耶稣已经预备了圣灵的能力，他要充满在每一个人的身上。我们没有能力的问题，神呼召你一定会给你讲道的能力，神呼召你一定会给你牧养的能力，神呼召你一定会给你领导跟治理的能力，因为神要让你神的能力充满你，让你不管在职场、在家庭，让你在服事中间，你要成为耶稣基督的见证人，要见证耶稣基督的恩典。 Amen。 你是耶稣的见证人，不管在任何的角色、任何的服事，神对你的呼召，神永远不会放弃你。神如果没有放弃门徒，就不会放弃你。神会给你足够的能力，圣灵的能力，完成神在你生命中的呼召。你要对神有信心，你要对神有信心。我要对基督徒来说话。基督徒，我要对你说，你是神的儿女。神永远不会放弃你，不要躲在黑暗的角落里面自卑自怜，讲一些负面的话。不要放弃你的呼召，不要放弃你的梦想。不管现在你的感觉如何，不管你现在面对的挑战如何，你一定要知道一件事情，除非你自己放弃你自己，我告诉你，神永远不会放弃你。好像神问彼得说，你爱我吗？你爱我吗？你爱我吗？不管你觉得你自己有多糟糕，神永远不会放弃你，神爱你，爱你到底。你要渴慕圣灵。你理论上你有多绝望，你就应该有多渴慕圣灵。你理论上你有多恐惧，你就应当有多迫切的祷告，祷告到地大震动，圣灵充满你，胜过那些的惧怕。就像彼得一样，神预备的能力，你要渴慕被圣灵充满。耶稣只有留下一个交代，就是去耶路撒冷等候圣灵的能力，没有第二个交代。因为一切的能力从圣灵而来。当你被圣灵充满，你会有谋略，你会有能力，你可以讲道，你可以牧养，你可以传福音，你带来医治，你带来释放。你会看到神可以使用你，完成他在你生命中的呼召。只有一件事，被圣灵充满，神可以翻转你的人生，像彼得一样。好不好？我们同起立，我们一首诗歌来回应神呀。我高声歌唱赞美你，无论是顺境或逆境，我深知你是我生命的神，唯有你掌管我一生。我高举双手敬拜。 珍惜无可比拟，我深知你是我生命的主，全心呼求你，耶稣，主神灵降临，充满我身。 跟随你，我一生单单属于你。倾倒你神灵，你大能运行，唯有你耶稣是我灵追逐，我的心渴。 亲近你，耶稣我主。好，我们主神喊三声主啊，同声的开口祷告，求圣灵来充满我们。我不知道我们中间还有没有人还没有信主跟受洗的，今天你在这里，证明神要拣选你，你要勇敢的回应神，成为神的儿女。 当你成为神的儿女，圣灵住在你的里面，保惠师永远与你同在。不管你在哪里，不管你的生命的处境如何，神不会让你成为孤儿。当你呼求神，圣灵会帮助你，圣灵会安慰你，圣灵会引导你，圣灵会教导你。 圣灵是神给我们最棒的一个礼物，但是你要成为神的儿女，圣灵要住在你的里面。神可以像彼得一样翻转你的人生。 翻转你的人生，依靠圣灵的能力，你的人生可以成为一个得胜的人生。亲爱的主，亲爱的主，我向你承认，我向你承认，我是一个罪人，我是一个罪人，我愿意打开我的心门，我愿意打开我的心门，让耶稣基督。 让耶稣基督住在我的心里，住在我的心里。圣灵保惠师永远与我同在，圣灵保惠师永远与我同在。好像翻转彼得的人生一样，好像翻转彼得的人生一样。圣灵的能力，圣灵的能力翻转我的人生，翻转我的人生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。